我支持北海咗，你咧？威爾士，威爾士啦，因為我好中意巴黎入邊嗰個球員，好中意。北愛爾蘭啦，因為我本身支持英格蘭嘅。咁如果北愛爾蘭贏咗威爾士嘅話，英格蘭咪少個對手咯。威爾士啦，威爾士隊，因為威爾士。我今日就撐呢個威爾士。威爾士。係。我就撐嗰隊就唔係今日嗰場波嘅，我撐德國嘅。當然係巴黎啦，都係睇佢射罰球。第一次嚟 UA 睇波嘅我哋。我都係第一次 UA 睇波。係。我係想感受一下嗰個大熒幕嗰個感覺咯。第一次有人，第一次之前通常都是去酒吧啦，同埋去餐廳嗰度。其實嚟戲院睇最緊要係個熒幕大，然後之後個聲音夠正，即係冇煙味咯。我唔食煙嘅。喺屋企同酒吧睇個感覺完全唔同啦。都係第一次嚟 UA 呢個睇波。戲院睇我諗都應該係一個幾新嘅感受啦。平時睇戲都係好靜嘅，咁今日可能大家熱烈啲啊，興高采烈啲啊，感覺唔同啲。冇 expect 有咁多人會一齊睇呢一場波啦。氣氛好好多啊嘛，加入到 UA 撈啲咗5至6年，都超過5年啦。2004年到而家，最中意係變咗做星級會員，因為買飛係有8折噶。喂，講堅真係好有用。喂，最中意星級會員算貴。生日有免費飛啊！推薦朋友入會可以賺積分，換分去儲飛啦，即係可能攞啲分可以換起飛，又可以換睇波嘅起飛。會，我會支持更多 Modern Movie 嘅活動。中意舉辦多啲仲好。UA Loyalty Club Modern Smart Modern Movie。UA Loyalty Club Modern Smart Modern Movie。UA Loyalty Club Modern Smart Modern Movie。Modern Movie。